新华社照片，鞍山，辽宁。2019年1月5日，体育邀篮球 WCBA， 辽宁千山对阵浙江稠州银行。1月5日，辽宁千山中大队球员王成成躲在比赛中带球进攻。当日在2018-2019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WCBA 第29轮比赛中，辽宁千山中大队主场对阵浙江稠州银行队。新华社记者姚建峰社。新华社照片，鞍山，辽宁。2019年1月5日，体育二，篮球 WCBA， 辽宁千山对阵浙江稠州银行。1月5日，辽宁千山中大队球员梁佳美左在比赛中突破浙江稠州银行队球员阿莱纳科茨的防守。当日在2018-2019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WCBA 第29轮比赛中，辽宁千山中大队主场对阵浙江稠州银行队。新华社记者姚建峰社。新华社照片，鞍山，辽宁。2019年1月5日，体育三，篮球 WCBA， 辽宁千山对阵浙江稠州银行。1月5日，辽宁千山中大队球员陈立书有在比赛中带球上篮。当日在2018-2019赛季中国女子篮球联赛 WCBA 第29轮比赛中，辽宁千山中大队主场对阵浙江稠州银行队。新华社记者姚建峰社。